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国注》第1021页。倒数第五行，六性啊，我们有一份参考资料，介入阿弥陀经要解，前面呢我们学到第四啊，性果，性智，性他，性因，性果。后面呢还有两条，性事，性理。我们看性事，身心直经现前一念，不可禁锢，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也不可信，不可信。我先看这一句，每一句里头都要求我们深信啊，这个身心呢非常重要。身心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的心不够深，深是要见性，没有见性呢都不能算身心。明心见性的人他知道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呢都是自心所生的。自信所现的。啊，自信能生能现。万法大的讲十方世界，小的芸芸众生啊，这个众生呢，上面包括诸佛如来，下面包括了地狱众生，全都包括在其中啊，都是显现的，都是实变的啊，一切法不离心性，这个事一定要相信的啊，说通达明了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啊，把我们的性德障碍了，放下烦恼习气，事实真相我们就见到了。那么在六道，在十法界里头，甚至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严土，虽然明心见性，
无明习气没有断尽呢、依旧是教学为先。所以我们看到诸佛国土里面佛菩萨教学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学，从这些地方细心去体会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无论是世出世间一切事理，只有教学能解决。教学能帮助我们放下烦恼习气，帮助我们断恶修善。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帮助我们转凡成圣。世出世间圣人，不但深信明了，他真做到了。那么特别是在初学这个阶段，世尊开悟之后，前面20年，特重教学。后面呢，那叫深入。深入要靠自己行证。佛还是加持。依旧不利大众，一直到众生圆满成佛。成佛跟诸佛如来融成一体，这叫大圆满。这个事要相信。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现前的社会。我们现前的状况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是善缘还是恶缘，也是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禁锢，一心所现。真正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呐。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在心现识变的境界里面生起妄想，这个妄想包括分别执着。有分别就迷惑，有执着就造业。业有善恶，如果不觉悟，如果不放下，这个业决定有报，
业因果报，有现世报，先前被大家看到的，报得快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语言成熟了，啊，有些现前没有报，叫生报，什么来生果报现前。啊，一个好人积德行善被人杀了，啊，在我们看到这是行好事得了恶报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？过去他杀别人，这一生人杀他，一报还一报。啊，如果你也晓得呢，你就点头，哦，原来如此。这好人被人杀了，怨不怨恨呢？不怨恨。他心地善良慈悲。啊，顺境没有贪念，逆境没有嗔恚，他升天了。哎，杀他的人杀得好啊，哎，帮他升天了。要不然他升天还要多过几年呢，你看现在马上就要升天了。你统统看清楚了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造恶的人享福啊。啊，做大官发大财啊，才能享受啊。这什么原因？过去生中他修了大福报啊，他现在享福是想他过去生中修的。啊，他现在所造的这个罪业没报啊。与福享尽了，这个报就现前了。啊，你真正前因后果通通看清楚看明白了，你心平气和，你能把这个世界上一切人事物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会身心不移。啊，念佛人一心求生净土，别无二念呐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遇到什么样的缘，走了。啊，遇到善缘走了很好，遇到恶缘走的时候也不少。啊，灾难现前，他死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到极乐世界去。他没有白修啊。啊，他往生极乐世界，有缘的人啊，或许看到瑞相啊，看到他坐着莲花走了，没有这个缘分的人他看不到啊，看不到他也走了。啊，所谓有缘人都是心地清净的人，明白道理的人，他保持心平气和，所以这个感应容易现前，感应增长他的信心。其实这些事情千差万别都在我们面前啊，我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就很清楚啊，一点不会差错啊，所以
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说修行，修什么？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所修的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的感应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。啊，但是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如如不动，寥寥分明是看破，如如不动啊，是功夫。啊，是三昧。啊，越清楚越明白，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。这叫得念佛三昧。得三昧，你就会落实。啊，落实什么？落实念佛人的好榜样。好榜样，我们找到最低的标准，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决定遵守敬业三福，六合六合印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啊，决定响应，决定不违背，啊，放下万缘，信念持名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是弥陀弟子的形象啊，啊，弥陀弟子的好样子。啊，古人称君子，说敬在兼善天下，退在独善其身。啊，这就是缘分，遇到缘，我们就敬。啊，一定要敬菩萨戒。菩萨戒是舍己为人，啊，得有缘。啊，比丘戒的着重在自利，就是退。啊，退，守住啊，比丘戒。啊，那现在也没有人传授比丘戒，可以真正自己学啊，真正学做到一条，这一条就受持了，没有做到的受了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。三规五戒是基础，基础守不住，不能向上提升。啊，这个都在敬业三福里头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呢，众生特别苦。
啊，菩萨也特别发现。啊，没有缘，自己认真修学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啊，还原观里面所说的，威仪有责，这就是榜样。啊，我们把贤首过世所说的四德做出来。啊，随缘妙用。恒顺众生而不着相，啊，见相统统放下，这就随缘妙用了。啊，威仪有责了，做出好样子，好样子一定有标准，标准一定是经律。啊，这才是真正标准，不能自己标新立异。啊，自己造一个标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开悟的人可以，不开悟的人不可以，但是开悟的人他也不会标新立异。啊，他一定用诸佛传统的方法。让我们对佛菩萨了增长信心，这就是他的大慈大悲也。这个意思我们要能体会到。啊，跟人相处，事出事发里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成就事业全靠这个基础。啊，不能跟人相处的人不会成就事业。啊，既然成就事业，后遗症难以想象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冷静的去思维，你全都明白。啊，所以四德里头要求我们如何制止，啊，形象要如何，心地要真诚，制止就是真诚心。啊，最后一条总原则就待众生苦。啊，我们所作所为要求自己很严格，为什么？给众生做榜样，待众生苦。啊，还原观简单的就说这四样的，这四样包括菩萨戒本里的叫威仪，啊，戒律威仪都在其中。啊，通达明了，心是定的。啊，所有一切的演变，清清楚楚而不着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皆了不可得，前面所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啊，所以他心是定的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。那么再讲到西方净土，实有极乐国在十万亿土外，阿弥陀佛说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
啊，不是假设的，啊，真有。我们世间人真有，说真有啊，啊，这个天空当中真有个太阳，八月十五到了，真有月亮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也是真有。啊，也在这个太虚空当中。啊，距离我们很遥远。啊，这是为识所现、所变。啊，为识所变。我们要相信啊，在十万亿土之外最极清净庄严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讲的介绍的西方世界，确实最极清净庄严啊，《往生论》天亲菩萨给我们说了，居住环境有十七种庄严无比的稀有啊，阿弥陀佛有八种庄严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真的是无间地狱众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具足四种庄严，总共二十九种庄严。不同庄生语言啊，这叫庄子啊，庄子教学喜欢都跟大家讲故事，有不少故事是自己编的，不是事实啊，但是都能叫人启发啊，所以这个释迦佛说的这个跟庄子的语言不一样，它真实啊，庄子语言未必是真实，是名心思啊，这心思是大学问啊，啊，一定心有主宰。才能真正相信，这个主宰在佛法里面就是叫三昧。在世法里面讲，他对于学问有功夫，有深入。啊，才生智慧，才有这种观察的能力。末慧这一条呢，心理啊，事有事一定有道理，没有道理，这个事不能建立。四相上千差万别了，理只有一个，永恒不变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一念的真心，真心实理。
啊，身心十万亿土，这是讲聚力。啊，世尊为我们介绍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，这当中多远呢？十万亿个佛国土，一个佛国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。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。啊，一千乘一千。中千世界。中千世界再乘一千叫大千世界。一尊佛的教化区叫一个佛国土。啊，有多少个银河系呢？十万亿。这个距离真是遥远的啊！银河系从东边到西边啊，直径大概是多远呢？用光这个速度啊，叫光速，光年，光一年走的这个距离叫一年。大概要二十多个光年，银河系从东到西，现在十万亿个银河系，十万呢后头是亿，十万亿，这个距离太远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用光的速度来走啊，要多久呢？要十万亿年啊！从我们这边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真的是太远了啊！可是他没有离开自心，时不出我。现前皆而一念心外，啊，我们的心起一个念头，啊，佛问弥勒菩萨了，这一念里头有多少年？弥勒菩萨说：一弹指。啊，一坛子里头有三十二亿八千年，也就是说有三百二十兆个微细念头。这个地方一念就是三百二十兆分之一坛子，不是秒。啊，要用秒算的，这个乘五倍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这叫一念心。啊，十万亿佛国度啊，不出我们一念心的，我们念头才动啊，周边法界了，比十万亿土还大。十万亿土太少了，太小了。念头才动啊，就周边法界。啊，这是说明什么呢？极乐世界距离我们不远呐，十万亿土很近啊。一弹指导就到达了，这是理啊，随念头想哪念，它就达到了。
啊，我们想太阳，太阳这个想，立刻就在我们八十天中啊，这个想就现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想，中国文字回忆，你看。心里头有个相出来了，这叫相。啊，心里头有分别了，叫思。思那个田呢，一个一个的有分别。啊，想是相出现的。啊，思想两个字连起来，你心里头有分别，有相现出来。想什么就现什么想，太快了。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立刻现前。所以，一切法不离自性呢。佛说的非常好啊，心外没有法。法外没有心，心现的相就叫法，不现相的时候叫无为法，现相的时候叫有为法。啊，以无现前一念心性，是无外物，心性没有内外。心性没有远近，没有远近是没有空间啊，没有内外的没有空间。心性没有时间，时间跟空间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都是理。啊，我们的一念心性没有内外，没有先后。又身心西方一真主办，皆无现前。一念心中所现也，极乐世界有相啊，有国土，有医报的相，有佛，有菩萨，有正报的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也不能说法性身例外啊，经常没有这个说法啊。极乐世界是不是虚妄的？是的，所以那也是个梦境啊。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？无明习气断干净的。等觉菩萨再向上提升一级，妙觉，妙觉果位上，极乐世界不见了。啊，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，也是一场梦。啊，这个觉悟之后，他到哪里去了？融入常寂光了。啊，身心变成一片光明，啊，光光互融，啊，佛是常寂光，我们自己也是常寂光，啊，就像灯光一样。
啊，这几十盏灯光大开，光跟光融在一起，分不出谁是谁的光啊！但是实际上呢，有没有谁是谁的光存在？有啊，这么多灯光，我关掉一盏，这盏灯光没有了啊！我开打开的时候，它融成一起；不打开的时候，它跟大家不相融。打开是觉悟啊，不打开是迷惑啊。迷雾包耳啊，我们迷了，慢慢把这个光开启，最后完全融入常寂光，这叫真正成佛啊。那我们没有开悟之前啊，没有开悟之前，我们在不在常寂光里头？在。常寂光照到我们，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感受。真照到了，我们真接受到了。接受到了啊，不起作用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，为什么不起作用？迷了，迷于无明，迷于分别执着。啊，这是原理，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。因为不了解真相，所以我们不肯放下。真相大白之后啊，我们就很欢喜放下啊，不必要人教我们，也用不着别人劝我们，自然放下。为什么呢？放下是正确的，不放下是错误的。啊，放下就见性，不放下就没有见性。啊，所以说，不能放下就是没有明了。啊，过去张家大师常常提到的，我们得用这个标准检验自己有没有欺辱境界啊，有没有真的看破。看破是智慧啊，都看你有没有放下，你放下多少啊？放下88品见惑，你入门了啊。小乘就脱环，就证果了。大乘是心为菩萨，粗心为啊，虽然是最低的阶层，但是他是圣人，转凡成圣啊，虽然还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在六道当中决定不脱三恶道，
他在六道当中，他绝不会退转。啊，他都往上提升。啊，人间寿命到了，他升天。天上寿命到了，他又到人间来，就是人间天上七次往返，证阿罗汉。啊，证阿罗汉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啊，这梦醒了。梦醒之后是什么境界？四圣法界，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眼中染污。啊，四圣不染污，清净得到了。啊，这永远往上升呢。没有放下，就是没有看破；没有看破，就是智慧没有现前。你学的再多，啊，古人所说的即问之学，你学了一辈子是即问之学，你记得很多，你向别人请教，别人跟你讲的你都记住了。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叫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。啊，知识不需要放下，智慧需要放下。智慧你是学来的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从这儿得来的。智慧不是的，智慧是自心里头本自具足。啊，你把烦恼习气放下了，它就现前。啊，智慧是没有穷尽的，从四无碍辩才里面可以看到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人家问你，你都能解答。你永远不会被人难倒。啊，为什么？智慧现前了。啊，知识会被人难倒，智慧不会。啊，所以四无碍辩也叫四无碍智。啊，从理上讲是智，从事上讲是辩才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我们自己一念心中所现也。现前你所接触的全是，全是自己一念心中所现也。你一念不现了，这全没有了。什么时候一念不现呢？晚上睡觉不现了，你全没有了。你睡着眼睛闭了，全没有了。啊，你跟这个世界完全脱离关系了。你入到另一个境界，梦中境界去了。啊，梦醒了，这个境界又现前了。啊，这个常识我们能理解，到我们证到阿罗汉果的时候，
这个六道轮回不见了，就像我们先做梦一样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什么？四圣法界也挺熟悉的，那不会陌生。我们从梦中醒过来，对现在世界一点都不陌生啊。我们从六道轮回这个灭掉之后，那个梦醒过来，四圣法界一点不陌生啊。那么最后一层就是一真法界，十宝庄严土那还是个梦。总而记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我们知道十宝土是无始无明习气所现的，它没有阿赖耶识，是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，全是无明习气。无明习气断尽了，没有了常寂光现前，这个时候完全融入常寂光，常寂光里头没有分别啊，四土三杯九品没有，常寂光没有。那、啊、这个是到究竟果位，这叫做无上菩提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底下这两句话要记住，寻思即理啊，所有的事无论是什么事，事就是理，理是现的，本现的。明心见性，性在哪里？啊，事就是现。啊，宗门祖师大德测验学生啊，学生见性，老师问他性在哪里，随念一法，老师点头就通过了。啊，一个动作也表示祖师认可啊。那么这些公案都记在典籍里头，景德传灯录、五灯会员宗门祖师的著述里面很多啊。后人呢，灵巧的人一样画葫芦啊，样子是有了，实质没有啊，一直禅啊，别人能问啊，什么是性？自性也好，发性也好，他回答人。不说话，
竖一个指头。小和尚学会了，因为那也竖个指头。老和尚问他什么禅，他也竖个指头。老和尚拔了带着有剑刀啊，一下把他指头砍掉，他开悟了。每一个人开悟的缘分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与经本真不相干。经本是对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专对知识分子的。不是知识分子，不需要用经典。慧能大师就不要经典。啊，所以宗门不要经典。悟了以后再读经啊！啊，宗门先叫你参啊，参究啊！啊，参究，提起疑情，但是没有答案，你不要去找答案，你找答案你就错了。只许你疑，不可以有答案。为什么？疑才能开悟。那个疑就是甚深禅定啊，他心里老想着一桩事情，这桩事情想不通，不定什么时候缘一出他通了，那就大彻大悟了啊。这教学方法不一样，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教下用讲学这个方法，这大多数人管用啊，特别是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六根耳根最利啊，他看不懂，他会听得懂啊，听的能力比看的能力强啊，但是也不是全如此，也有少数看见能力很强啊，他听不懂他看得懂啊，少数啊，佛是以多数，少数用他的方法来教他。所以遇到佛好啊，无论什么人遇到佛没有不开悟，啊，这个就是佛的教学善巧方便多啊，佛有智慧，佛有神通，佛能看到学生过去生生世世他学些什么啊，叙事这个根很深厚，就用他过去这个方法，他熟了，很容易把它点破。啊，那么教这个方法，他过去没学过，他就很生疏，就很难，很困难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天赋。啊，佛家不讲天赋，过去生中曾经学过的方法，他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。那么由此我们也能够见得到，一切众生呢，在佛的这个缘里头，念佛是非常普遍。
啊，凡是学佛的人都有念佛的这个经历。啊，那善根厚薄是另外一桩事情，它通通都有。那换句话说，总而言之，我们与极乐世界、与阿弥陀佛有很深的缘分。善根虽然不足，有办法把它补足。啊，那就在这一生当中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。啊，快的三年五载不足了，慢的十年二十年不足了。啊，这补足才能往生，没有补足不能往生。啊，熏习就非常重要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习。啊，全事就是理，全妄就是真。啊，妄是妄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全体虚妄就是真如。古人用金跟漆做比喻，以金做漆。气气皆金呐！啊，把金比作真，把气比作妄。啊，妄是什么？有生有灭，这是妄。啊，金呢？金是它的体，没有生命。啊，我用一块黄金，我拜佛，把它塑成一个佛像。啊，那个人不学佛，把这个金重新溶解掉，啊，铸成一个他喜欢小猫小狗，还是那个金，啊，像不一样呢，金还是那一块金，啊，气便改变样子了，金没有改变，把金比作真如，比作本性。把气呢比作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所有这些相从哪来？全是自心变的。啊，以金作气，我们很容易懂。为什么？金是物质，我看得见，我摸得住。啊，信不信？性不是物质，摸不到它，看不到它。啊，性也不是念头，所以你也想不到它。啊，但是它真存在，它真有。怎么知道真有呢？这些物质现象有，它就真有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。梦从哪来的？梦心变现的。心在哪里找不到？做梦的时候找到了。梦境就是心，心就是梦境。啊，你的心是然，是净，是善，是恶，在梦中全出现了。啊，善念善行，你真心里头的一份善。啊，恶念恶行是你自信里头的恶，全是自信。啊，自信虽然都什么都没有，但是自信什么都会变。啊，知道通通是自信，自信所变现的一切万物，你可以受用它。
你不能执着它，不能占有它。这一点很，你就自在了。啊，不执着，不占有，啊，用的自在，全不放在心上，这是诸佛菩萨在世间的心态，啊，不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放在心上就变成业，业就有报，不放在心上没有业，清净不染。啊，佛跟众生差别其实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众生在一切妄想里头，他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，他想控制，他占有。啊，他喜欢的境界，他喜欢得到；不喜欢的，他喜欢把它远离。这就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是凡夫，这叫造业。啊，业不能解决问题，业制造了问题。制造什么问题？制造六道轮回。啊，善业制造三善道，恶业制造三恶道。啊，如果不觉悟，不放下，不回头，在六道时间就长了，叫长劫轮回，越迷越深。越迷越苦，你出不来了。啊，佛菩萨慈悲也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脱离苦海，苦海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脱离，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。啊，可是事实真相有一点点难度，初学的人不相信。啊，说你骗他，他不能接受。这个我们从宗教里头非常明显看出来。啊，有些宗教教义很浅。我们就知道他度众生的对象程度不高。啊，很适合他。他学了有好处。啊，这个好处最低的标准保住人身。在六道轮回里头不读三恶道。这真实利益了。啊，程度高的。经典里面的意趣就深了。啊，在一切教里头，大乘经最深，讲到宇宙的缘起，
万物的由来，我的真相啊，我是什么，从哪里来的啊，把这些真相都讲清楚，都讲明白，那么这些真相就是哲学跟科学所探讨的。大乘经里头全有啊，啊，所以佛法我们肯定它，它不是宗教，啊，宗教教学确实不是这种最高的境界啊，他在这个以下啊，都告诉人宇宙从哪来的，有一个造物主，有一个真神，但是对真神不能怀疑，你不能问真神从哪来的啊，凡是真神所说的话，你只有信仰，不能怀疑。啊，有问题也不能疑问，你信就好了。啊，这是宗教。佛教里的这个没有啊，佛教什么问题都可以问。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不禁止。啊，佛从哪里来的？佛法讲到最后全是自己。啊，这个全是自己，很难相信，太难了。啊，那一直到今天，最近30年，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才把这个秘密揭穿，真是佛说的，全是自己。啊，现在量子出版的东西，大概最受欢迎的，是这个销售量最大的《意念的秘密》。那这是什么？佛说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极乐世界是心想生，阿弥陀佛也是心想生，我自己也是心想生，离开心想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离开心想有没有东西？有，什么东西？自信，它永恒存在，跟你想不想没关系啊，所以那是真的。啊，大乘佛法承认这是真的。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。啊，通通都是心心设变。啊，都是无常。无常是什么？波动里面产生的现象。啊，波动就是不常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所以它不是宗教。他没有迷信的，啊，只是太深了，跟一般人讲不明白了，他永远不能理解，啊，那佛不勉强，佛看你什么程度，就用什么方法教你，小学程度用小学教科书。啊，中学程度用中学教科书。啊，他的本子多了，你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教你。啊，都教你欢欢喜喜。啊，你得到如来教诲真实利益。
这是佛法高明之处啊！我们遇到了，对佛要生感恩之心啊！真的，中国古人所说的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老师啊，父母，父母生我们，养我们。啊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，佛是老师，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这一些称号，它里面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啊。实际上呢，是他自己修学误入境界高低不同的称号啊，很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学位。佛是最高的学位啊，像现在讲博士啊，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，说是阿罗汉、辟支佛是第三个学位啊，我们称它做学士啊，学位的名称啊。每一个人修学都要通过这三个阶段。一直往上提升，所以说一切众生呢，本来是佛，成佛一点稀奇都没有，成佛你还原了，你回归到你本来的地位了，这有什么稀奇？所以《楞严经》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什么也没得到，你所得到的通通是你自性里的本有的啊，没成佛之前你一样都没有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神通啊，通通都没有，成佛之后通通都有了。佛告诉我，没有成佛之前是烦恼习气把它障碍住了，不是没有，有啊，现在成佛什么，你把它障碍去掉了，它现前了，所以归无所得了，你所得的通通是本有的，除了本有之外，你没有在本上多得一点，没有。而且一切众生同一个自性，所以任何人成佛之后都是圆满的。啊，没有哪个佛比哪个佛高，哪个佛比哪个佛大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，他的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之冠，那怎么来的？其实每一个佛都可以做得到啊，谁做得到人家不做，阿弥陀佛住个大佛皇宫，那个人住个小茅棚，哦，两个比相差很大，可是两个都自在，两个都快乐，两个都诚信，我喜欢住茅棚，那个喜欢住宫殿，他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，
这个妙啊！啊，那阿弥陀佛作此示现，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那目的是戒引十方一切众生来。人一看皇宫都来了，好多人看那茅棚不去的，这是戒引众生的方便呢、啊。阿弥陀佛有没有住相？没住相啊。住茅棚的佛也没住相啊，所以他们境界是平等的。啊，所证得的都是圆满的。啊，这才叫真正解脱，这才叫得大自在。啊，宣王即真，全修即现，这就可了不得了。全修即现从哪里看呢？善财五十三财。啊，我们看看善财童子参访的对象。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，出家的少，在家的多。五十三位善知识好像只有五个出家人。啊，出家人什么身份？有国王，有长者，有居士，啊，有宰官，各行各业统统都有。男女老少全都有。叫全修即现啊。你跟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接触都是修行。那我们要问，看电视是不是修行？是的。现在电影里头演的杀盗淫妄，你就学会了，你就搞杀盗淫妄，你修的是这个心。啊，这是不善的业，将来果报在三途。三途是你修的。那个念佛人呢，看到这个电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开悟了，他知道这东西是假的啊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啊。所以每个人看问题是你会不会啊。宗门大德常说会吗？会。看电视能成佛啊，可惜大家都不会。要有一个会的，看电视成佛了，大彻大悟了，这是无上神妙禅了。啊，六根接足六尘境界，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看电视就是佛。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啊！不会修的，天天念无量寿经，天天念华严经，啊，时时刻刻在字里行间钻在里头出不来了，这是佛法吗？这不是佛法啊，这世间法。
啊，真正会看经的啊，看小朋友的教科书，小狗叫，小猫跳，哎，他开悟了，那是大乘无上经典了。问题你会不会呀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的体全是自性，你就在这个法相上见性了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那怎么见性？不着相就见性。啊，一着相就错了。啊，不能着相啊，不能分别。啊，你修得再好，讲得再好，你还是斤斤计较，你是凡夫，你没有出六道啊！这个道理深了啊，这是华严境界。啊，这四句话，全理全四即理，全妄即真，全修即性，全他即自。啊，自他不二，性修不二，真妄不二，离思不二。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。妙觉如来的圆融啊，不知道啊，啊，离就在现前，我们见不到啊，我们今天这个身，这个幻象。啊，是什么身呢？业报身呢、啊？是应身呢、啊，不是化身。那我们的真我呢？真我是化身，不生不灭。真我就是常寂光。我在不在常寂光？在。大家都在常寂光里。不认识常寂光啊！我们举电视屏幕，我把电视屏幕比喻作常寂光，它不动，如果不动，那我们今天现象就像电视里面的音像，有音声，有现象。一切的影像有没有离开屏幕？离开屏幕它就没有了，就不现了。啊，它是依屏幕现出来的。屏幕是真的，像是假的。真跟假的合在一起。你在假的里面见到真的。啊，真的里面看到假的，一点都没障碍。真不妨碍假，假也不妨碍真。可以共存共荣啊，彼此真的没妨碍，只要你不执着，你觉得自在，你就解脱了啊。看电视怎么能不开悟呢？你要这样看电视的时候啊，全世界里或者是离世不二，真妄不二，性修不二，自他不二，这是华严菩萨在度华严经，电视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！啊，人人都在看，他没看懂啊。这个懂了之后看，所有现在的现实呢，跟这是一样的，真觉悟了，真解脱了。
啊，这真看到味道出来了。啊，不会的看电视学坏了，会的看电视成佛了。啊，华严讲四无碍法界，离思无碍，四思无碍，啊，无障碍的法界。啊，为什么无障碍的？本来是无障碍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没有障碍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障碍就出现。头一个出现，空间为此，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空间为此，空间为此假的，不是真的、啊、从哪里来的？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。所以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有空间为此啊，局限在哪里呢？局限在十法界啊，设法界里头有空间为此啊，超越设法界了，到一真法界，空间为此就没有了，时间空间没有了啊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也没有什么东南西北设方上下都没有了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全修即性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皆性的。所以佛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差别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通通能皆性，关系全在自己。而在自己呢，全在放下。啊，放下才叫真功夫，放下才叫真修行。啊，通通放下了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了。啊，那个人的实现呢，就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啊，有人实现什么？实现糊涂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实际上呢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我们一般讲装糊涂。啊，文殊菩萨早就成佛了，故佛再来实现的。啊，虚云老和尚超五台山，生病的时候遇到个乞丐，啊，这个乞丐两次，他生病两次照顾他。跟他在一起住一个多月，那乞丐是文殊师利菩萨了，应以什么身现什么身，应以什么法度他用什么法，啊，菩萨知道他根基，说高深他不懂啊，说浅显的他不需要啊，啊，你是什么样的根性，
你想修哪个法门，你希望你得到什么样的层次，统统可以帮助你。啊，条件真诚、谦虚、恭敬。啊，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他真会加持你，真会帮助你。啊，你不具足这个条件呢，遇到也没有什么很大帮助。啊，眼前困难，帮助你解决了。啊，虚云老和尚目的就超然。文殊菩萨就帮助他圆满朝善这个愿望。啊，他没有别的需求。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能体会到佛菩萨是怎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的。我们用凡夫的心量来思维，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其实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学不到，我们观察他的善巧方便，从这也长我们自己的见闻。啊，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开悟啊，学佛菩萨他有样板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我们接引不同的众生。啊，现在还有不同的年龄层次，不同的生活环境。啊，都得要知道啊，你才能够起机。因地施教啊，啊，他才能得意。啊，现在众生很难教。啊，难教的原因没有根本，好像种树一样，这树没根，很不容易种活。啊，根是什么呢？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一定要从这下手，不能小看它，不能不相信。啊，儒释道的三个根没有做到，它所表现的浮躁。啊，说老实话不容易成就。啊，成就之后遇到名利，啊，高名厚利，他会辩解。也就是说他经不起诱惑。名闻利养财色的诱惑他受不了。原因在此地。啊，谈到教育外国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佩服。啊，中国人懂教育。过去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能把人教好。啊，怎么教的他们不知道。啊，中国人懂得胎教啊。
这个根多深呐、啊！母亲怀孕十个月，啊，母亲就注意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要端庄，不能有偏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影响胎儿。啊，你给他影响全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，这个孩子就端正了。出生之后很好教啊，听话了。啊，生下来之后，到三岁这一千天，凡是负面的东西，不能给他看到。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，母亲要把关，把他看好。这一千天，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全是正面的。父母要做榜样给他看的。啊，他不会说话，但是他真的在学。非常认真在学习啊，所以父母很年轻嘛，啊，自己父母都在呀、啊，要孝顺父母啊，让孩子看到，孩子却学会了，这个时候学会，他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、啊，这叫扎根教育。那么现在没有人教了，没人懂了。现在小孩的扎根教育是电视。啊，三岁以后那就是电脑。啊，电视电脑教他什么？他全学会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小孩有很多做父母的告诉我不好教。做老师的告诉我学生不好教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正面东西他没有看到过，乍听起来他不相信。啊，社会的动乱，全世界至死人人都在寻求解决的方法，他们是真心想解决问题。啊，联合国主导和平会议40多年，不知道开多少次会啊，找不到方法啊！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，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啊！现在呢，几乎信心都失掉。啊，我在澳洲遇到这个缘分。啊，澳洲大学。啊，邀我代表学校参加这个会议。我们对这个事情才了解了一些。啊，我们把中国传统的啊解决疑难杂症的方法向大家报告，大家听到欢喜鼓掌。啊，会后呢，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，告诉我一句话：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，信心没有了。
我听到这句话我很惊讶了，这给我当头一棒呢。我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乱，灾难越来越多，我明白了什么原因呢？信心失掉了。从这方面一想的时候，越想就越清楚，现在人第一个对自己没信心，他不相信自己，他也不相信别人，也不信因，也不信果，除了这些尖端科学家还相信事理之外，其他人对事理都不相信，这个麻烦可大了。这才是问题的结症呢，找出来了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做实验。科学嘛，要拿证据出来。没有证据，谁信你？所以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做给联合国看的。虽然时间不长，这一桩事情，国外知道了。驻联合国这些大使代表们，我知道大概有30几个人到汤池去住过，住了3-4天，亲眼看见的，所以这个信息传出去了。现在这个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渐渐重视了，重视这个信的力度不够，力度够的时候真能帮助世界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六个信的，六个信具足的信心力度够了。如果这没有六个信呢，难呢。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宗教都去做试验点。这个试验点呢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圣城。搞一个小城做试验点。其实这个试验点在中国很早之前，3800年前，唐王商汤，3200年前，周文王周武王，他们就是做实验的嘛。那个时候是部落时代呀，国家没统一，小国就是一个大的村庄，大国不到现在一个县，不到。周国大100里，那我们看看弘一大师律学三十一种里面有一篇文章周赤考，周朝的尺考证，那个时候的一尺大概只有我们现在市尺6寸多一点，所以经常记载人高2丈，不是现在的尺，那2丈只有1丈高啊，高个子差不多也行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2丈啊，那么离也没有那么远。所以100里顶多现在50公里，可能还不到，就那么小的地方。商只有70里，他能把这个小国家治理得非常好。让别的周边这些小诸侯国呢都向他学习。
这就是实验的。啊，周文王、周武王以德治国，啊，让当时中原到长江流域，啊，这个一带800诸侯，这800多个诸侯国，都向文武学习，啊，都向他请教，接受他的指导，尊称他为天子。那是天子是一种尊称，没有统治权。啊，尊重他。啊，诸侯国里发生纠纷了，请他来判断。啊，他来讲理，一说大家都听了。啊，纠纷就能和解。啊，这个通通是教育啊。那现在这个世界乱了，跟春秋战国差不多了，啊，比三王时代差距太大太大了，啊，现在怎么办？唯一的方法就做实验点。啊，一定要宗教抬头。今天不依靠宗教，没有任何方法能让社会安定。啊，能让这世界恢复和平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这个看法几乎在今天是共识了。啊，没有人相信世界还能恢复和平。啊，所以宗教还行，宗教要联合起来做一个典范，会让人恢复信心。啊，我鼓励宗教多建一个示范点，把你宗教的精神宗教的修学完全落实在生活。啊，选择一个村镇或者是一个小城，把它做出来让大家来看。啊，世界上人才会恢复信心。啊，我在泰国就希望泰皇能建立一个佛教圣城，啊，把佛教的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啊做出来，这小城统统做出来，哎，你让人来看，这叫佛教，要佛教徒的生活，啊，大家想想了。普世的教育 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把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要做出来，道家的因果做出来，佛法的实相做出来，多么完美呀！啊，让看到啊，这是中国人，这是中国的社会。啊，那么今年非常难得，图文巴的宗教联合起来了。啊，这两天他们要开一个互相学习的分享会。啊，这个很难得。他们的目标是把图文巴这个小城打造世界上第一座
多元文化、和谐示范城市。宗教带头。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，这好事情。如果不互相学习，团结是表面的，力度不够。互相学习经典，这是真正团结，他会做得成功。一做成功之后，会影响全世界。这个小城很有意思，居民只有10万人，它有80多个不同的种族，100多种不同的言语，大家居住在一起，能够做到互相尊重、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、互助合作，这就是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天堂啊！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的。我们相信这次会议能成功。他是来邀请我，我们这边也派人去参加。大家向这个共同的目标去迈进，这好事情。明年他们做成功了，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，那个活动我会去参加。这个幕后还有几句比喻容易，我们把它念完。无心变故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佛心一变一切众生心心一变，完全相同啊。譬如一色千灯，光光互变，重重交涉，不相妨碍，这叫心理。这个一色千灯的比喻，这佛在经上说的，说得非常之好。我们六心就学习到此地。现在时间到了。